玄凤与我公母看鼻子这个问题的话，其实是没有依据的，因为大部分的，可能95%以上的鹦鹉啊，它的性别分辨必须要通过 DNA 检测，或者是通过内窥镜去看它的性腺啊，去看一下它的是否有睾丸或者有卵巢，来去做一个区分它是否是公是否是母。那只有一种鹦鹉呢，就是虎皮鹦鹉，可以通过观察它的鼻子的颜色来去做一个性别分辨。所以说，这种看鼻子的一个方式，在玄凤上面是绝对不可行的，而且非常不准确的。那我们想准确的判定一只玄凤是公是母，从外观上呢，可以做一个大致的一个判断，但是并不准确。比如看它的是否会鸣叫，一般的话，公的鸣叫的声音啊比较悦耳，比较好听，同时可以学一些简单的旋律。那母的呢，一般不太会这种方式的一个鸣叫声。第二个呢，就看头是否会秃。一般公鸟啊秃的比较厉害一点，母鸟啊秃的比较弱一点。但是呢，这也不是绝对的。最准确的一种呢，就是通过 DNA 检测，我们拔几根毛，然后送到专业的实验室做一个 PCR 的一个鉴定，看它的一个性别。这样的方式呢，是一个准确率比较高的一种方式。